大家好哈，今天我们又见面了啊。在疫情中间呢，这个大家都很闲啊，所以说刚好来学画，正是时候啊。今天我们要再学的是上次我们学的是羽状叶，羽毛一样的羽状叶啊。那我们是用叶的这个变化来分类这个整个花卉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呢，就把羽状叶，原来有七片，大致上平时到达七片，有七一，然后要三十五，后面有5到6、7片。那我们把后面两个抓回去，就剩下了前面的一个，再加上后面两组，就是四，所以这5片叶，在我们植物界中间呢，这个5片叶的生长有玫瑰花、蔷薇花。啊，这一类的花呢，就是，5片叶啊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像玫瑰啦、月季，在我们绘画里面，也是非常非常经常要画到，几乎学花的人没有人不画，就是蔷薇、玫瑰啊，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怎么样来表现5片叶啊，好，谢谢，来，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画。这个月季呢，也叫做蔷薇。那么在整个花型上跟这个玫瑰呢，都非常非常的接近啊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了解它的形，我先要组织它的形态。它形态里面呢，它属于它为什么会慢慢画，它是已经到达不是第一圈了啊。那么所以说，为什么你看，比如刚开始这是，比如这是1、2、3、4、5，这第一圈茶花。好，以这里上去以后，开始向下延伸。你看这第二圈，在它夹缝中间又在产生，就跟了夹缝1、2、3、4，第二层。它呢，多半，所以再来，再以这个方，你看，一、二、三，又来一层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好，你看，又在夹缝里面啊，像在夹缝里面，大致上它会在夹缝里面，可是这是一个大概原则，可是等我们画的时候会稍微偏一点，让它呢不要变得太规矩，所以要注意到1、2、3，啊，这个就叫是多瓣的了啊！你看这样出来啊，就是变成多瓣的这个花瓣了啊。光单瓣是茶花，是多瓣就是属于月季，这又到达另外一个范围啊！注意到我们就想它是怎么样来做的。那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点呢？变，就是这个圈，啊，我们把它变得这个高一点，如果低一点，啊，它又变了，五，前面大致上走五，就是茶，也但是有变化的时候，到时候我们告诉你会变六，变扁，啊，它又是另外一个形态了啊！你看，这个是到种起来看啊，它这个点，这个先下来了，这个高，这个在这里，这个在这里，中间在这里的时候，那我们看东西就侧，它又变侧了。你看，它又变了啊，它又变了。那如果说今天我也有画反的啊，这是画托。啊，这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在这个里面，啊，它又背了，我可以看到脱了啊，就是说你要先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大概概念啊。当变化非常的多，一个花你可以横七竖八的，起码有几十个姿势都可以。可是我们大概只要抓它典型的，一般我们中国喜欢七分面啊，有时候画美女的时候就喜欢画七分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
这个怎么表现它？那怎么表现这个花瓣？那么至于叶呢？啊，上次羽状叶，那羽状叶是这样，哎，这样前面对，来来，这样羽状叶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哎，你看，这样啊，这样这叫羽状叶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把它减少后面的，咔掉，不要了，就这里，就这块。那这块是怎么样呢？你看，那下去以后，一片，然后呢，向前两个，向后两个。好，注意到，大致上这样，但是不连接。注意到不连接哈，我们这等下一个就会变掌状叶的时候，手掌叶的时候，它会连接。像各种瓜类，就是这种，这大叶子。好，你看它这样子，这个不连接，这两个略微向前倾，这两个略微向后走啊，一样。那么在我们整个月季啊，蔷薇里面呢，有时候它也会产生七啊，这是五啊，有时候也会产生七的啊啊，但是比较少，这种几率少一些，也会有。我们对生态，我们画它的常态啊，画它常态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用五片叶，它是羽状叶后段，不要就产生演变成这样子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画这个画怎么画？好，用墨，有时候也很漂亮，我用墨来试一朵啊。你看，先清水打来啊，然后呢？中心比较浓，你看啊，那边浓，打一打，啊，把它打完，然后晕，向后晕，晕完以后，它的头会比较淡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落笔之前再蘸一下，它就不要动它了。那这时候，你看它这个时候啊，第一笔，一，你看要把淡出来，二，三。好，茶花四五，我们画这个花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变化，一二三四。那画完以后，哎，这两位比较小哦，空间对，我就是要让它小变化，我就是希望有大大大加两个小，这时候它才能变化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在做还可以这样，就代表里面还有种出来两片，啊，这样子。你看，这是第一圈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第一圈。好，你心里面要想，这有第二圈，夹缝里面第二圈，一、二，有时候踢，有时候压，反正我心顺手就好，顺手啊。你心里面知道它在哪里啊？在这边上，这个不可以画大，这不要画大。你看第一圈，这是第二圈，先空完再来是第三圈了啊！不要正中间画，这时候不要在正中间画啊！正中间太规矩了，是原则在它夹缝里面，可是我们呢，偏一点啊！这下来啊，不。齐了，这边齐了一点，补，回风走，好，就这样。那我们希望它要注意到，往往都画的太圆了哈，这样圆圆圆圆不行。注意到我为什么这样画呢？我就产生一个缺口，两个缺口，三个缺口，大缺口。这里面呢有些小缺口，这个花呢就活了，这花就活了，就注意到这个，这可以背起来哈，背起来。我们画画里面其实最笨的方法，就最好的方法啊，最笨的方法背啊，背起来啊。你看这啊，这就是这个啊，画来墨的一样也很漂亮，你看用墨的好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块小罐呢，我来示范一下。我一般我们同学都喜欢彩色的、漂亮的啊，其实墨色也很雅啊。像八大山人几乎画画全是墨的，但这个只要做基础是这样子。好，好，
同时呢，好，这个我现在用要画红的了哈，红的时候我的笔，这支笔我这一辈子不管怎么画，我从来不去用墨，只要我用上一次墨，我这个笔就永远没有办法再去画色彩的了。所以说常常我们画画会同样，比如说都长油啊，都是笔，我有时候画花的我会用两支，画色彩的我色彩很容易洗掉，只要我用上一次墨，这个笔就变黑了，墨非常非常的侵蚀力非常的强啊，所有颜料里面，所以我们在衣服上沾了颜料一洗就掉了，但是衣服上沾了墨洗不掉了，洗不掉了，所以墨的侵蚀力非常非常强。所以说我们要画花的画颜色的这支笔不要再去沾墨啊，墨的就是单用墨的。好，这次我来试一下，怎么把它变成红，这头变红怎么办啊？红的呢，好，先也是啊，把它打水清的啊，然后慢慢的向前推，这样磨推，让磨让推，让推让推，推向前啊，不要当当一坨没有用，你要让它后面晕回来啊，逐渐逐渐晕回来啊，像那晕回来啊，晕回来，让它有颜色里面色阶会有变化啊，然后呢要画之前也是蘸一下红，不晕了，它就最红在里面啊，就这个我们现在来。把它，你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啊？还是它，你看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红，注意到方向，这边重，这边你一定出来有。一定要有一边重啊，这第一圈，第二圈夹缝里面上下，不要换颜色，不要再去舔颜色哈，我就要让它一笔打完，因为越画越淡，我就是要让它是淡淡的出来，你看一二三四，刚刚的第二圈，再来下面再来，也有的画的这样子 OK 了，小一点也行，画比较大一点呢，再来，我刚刚讲过啊，在这个夹不要把这个堵死掉，不要堵死，在这里可是不要堵死它，下来，不要再请进去，恰到好的位置去对付它，哎，这样子啊，行，点一下，有时候点一下，完了，我最重要是要让它周围呢要有凹凸啊，这叫参差不齐。参差不齐的这个形状出来啊，你看啊，这就是它一朵的演变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再做其他变化。好，再来，对，是这个呢，我就画的比较，比如说这个，你这角度不是很侧点，好。我换一个轮廓轴啊，刚刚这一笔在中间，现在我开始一二，我从中这两片中间看，刚刚是在这片的这边看，现在我在这两片中间看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样怎么样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在画这个时候这里很浓，我要知道我很淡才对付它，如果把很浓去挤到它，两个就在一起了，所以你要知道你现在笔里面拥有的颜色多少，一个浓你旁边就配它一个浅，我一个前完以后，下面我又可以垫一个深来对付它啊！你看这个这边二，你看我整个这个笔呢，不往下走，我有向侧走啊，有点类似这样子这样走，花点要变化，这个很圆，
我这扁一点啊，我这个扁一点，扁一点，啊，扁一点出来，嗯，扁，大小啊，好，扁这个扁一点，基本上我们尽量在它的正中的下口，正中的下口，正中的下口留一个缺，也就是说，讲点背点，简单，我要下面长两只腿，左腿右腿，左腿右腿，长两个腿，啊，它就会产生一个缺口，啊，这个左手膀伸出去，手膀下面有凹了，这下面两个腿了，啊，手膀，腿，哎，就产生了，下面就产生了四个缺口，这花呢就活了，花就活了，啊，注意到这个它的变化哈，啊，它的变化。下面我们画半开的一，对啊，一大一小一中，大小中画了啊，就这个我准备开的，对，好，再来我们就是长这个啊，一二，凡是三个，两个集中，一个分散，啊，一个分散点，里面要浓淡啊，头上比较浓，下面比较淡啊，这样啊，这里啊，它变化，注意它这个要变化啊，然后一、二、三，这重了大啊。四、五、六，我是背去看它了啊，背去看它了。这边浅，这边中心呢又比较深一点啊，注意的啊，深一点啊。这个是属于这个背看了它的形状啊。那你要画多一点，画小一点，是看这个花都可以随时停，啊，但是不用过分增加，但随停就代表这花开始比较少一点，就年轻了，二十岁吧，啊，像我这种老头呢，就开完了快谢了啊，这不一样啊，所以说它有各种，你看在这里面，一二三四五，它有不同的，知道它有不同的一个变化啊，不同的变化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下面就点这个心，这个心呢，基本上是黄和绿啊，偏黄的绿花心啊，花粉上是花粉一般上是黄的啊，但是太黄的时候呢也不好，我们就会把它有偏一点绿，我们用黄，嗯。花心部分啊，花心，对，可有可无，这边有时候看不到，这看得到啊，这看得到，花心，好，这时候注意到叶子，我们可以用彩色，我们可以用墨色，刚开始墨色，其实红和黑是我们中国古色啊，是光这两色就很漂亮了。淡墨，前面注意到挤的时候再重复，不要这样挤是没有用的啊，一定要从杆子去挤出去你才看得到，然后前面蘸浓的打一打，如果再浓再蘸回去不动了。好，那你要看我的构图，一二三四，不等边三角形，任何时候两个集中一个分散，在这个三角形你看一二三两个集中一个分散，在整体来讲都是一个类似一个不等边三角形，你从这样子，因为我们画画都觉得构图都是最后学生最困难的东西，但是其实你只要掌控几个大原则基本上就好，很多人就是画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处理啊。好，你看啊，
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你脑筋要想到它是从哪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啊，后面被遮到多少，被挡到多少，你要心里面有数。一、二，注意到我们不要，我们有时候你看用回笔去，不要让去请到了花里面去啊，到花边下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它注意一点啊，注意一点，不要让被请到里面去了啊。好，你看这个呢，淡完，我可以淡的下面又在。衬浓的，你看可以衬到下面啊，可以先浓后淡，可以先淡后浓都可以，要看你的布局要放在什么位置去。最重要一笔里面呢，一定要有浓和淡，这个一笔里面一定要有要有浓淡出来啊。贴到花的时候注意一下，像这一二三是有一片被挡进去了，你要知道。它被挡进去了，啊，靠，越重的花，主题的花，我们周边叶子也要重，客体的呢，我们叶子不要过分重，你会加重它的分量，反而就不要太重啊，我们就稍微淡一点啊，淡一点表现，但是也注意到一定要有浓淡啊，你看，一、二。三四五，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被挡了，不管它了。好，下面画拖也比较重，但是拖都比较重。拖有两类，有一类是朝上，若很年轻的时候，它是拖是朝上的。如果比较大一点，它拖会开下来，会撇下来啊，这个样子啊。那么朝上就这样，点一、二、三，左朝右，右朝左，走中间啊。我们画画要非常，有时候我们看一张画，哦，花很漂亮，但是往往叶不好看。再来讲就是最小的小细节不注意了，那就变成，比如说像画包啦，画的小地方注意到，好，所以画这个，大多数人画这个包都画不好看，啊，那现在大家仔细一下啊，要背起来，细到粗做笔，轻到重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它的蕊下面会有个包，它的蕊下面有个包会出现。这个虽然很小，但是非常重要，它代表了一个花，你对这个花的研究到底有没有精神啊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拉。接回去，它前面有一些虚虚变化，啊，你看，这样出来啊，我们画嫩叶的时候，可以在淡墨加一点红。小嫩叶啊，一大两中两小，啊，这小叶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你看，这个就是当初羽状叶的那个 baby 叶，非常类似啊，很类似的这个很类似的一个走法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很类似的走法啊，在里面啊，那走法好，我们画梗。可能就用墨
或者墨带点红都可以啊，墨，因为我是叶子是墨的啊。我们现在画彩色的时候就可以用绿的画啊。来，好，每个呢要从它的，它的这个茎出来，那、冲到这个心下来，这个心下来，先出去再说，再对着啊，你不要这样走画就断了。好，同样刚讲这里，这个呢包的，这个呢比较开了，开怎么办？压回来，它已经开掉了啊，那你就用这样走法，注意看啊，一二，回来。好，你看，好，把这种把它们连起来，把它们连接起来，啊，把它们拉回来啊，把它们都拉回来。能回来就回来，不能回来另起一枝啊！它长它，好、哦，那这上面还有蛮多东西的啦。那这两枝的粗细延伸不了它，长不了它，这时候你要给它一点支撑，就给它一个再出一个粗的出去。这个有能力去长它啊，有很多看不到，但是会有感觉。你看，有时候我们会发觉，哎，这个画。感觉不好什么呢？是就是有时候你不太知道，它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形，像这里太平了，我操，点一点花心就破掉了这个，同时衬它对很多地方出一个花下面的那个花托的东西出来，都能够衬托这个花，它都能够帮助这个花来出来啊，三四。五，你看，啊，花心比较漂亮，是黄加白粉。那我们现在时间有限，我们希望快一点，那我就用红加墨变枣色。啊，注意到很多花心呢，就不是用最漂亮的，可以用重的红加墨。点一二三四五，花心，一二三四，高低高，它数量不能相同，这边三，这边二啊，这边四，这边就变化啊，这样变化啊，这可以看不到，但是也可以点一下帮助它啊。好，今天你看，就是我们就画到。这样子，用墨画一样可以的啊，一样会出现的啊。一向有时候墨花，你看很多大名家用墨来画画的啊。这个呢，我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不勾金，下次我们再画别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勾金。就是先要了解哦，这样子叶子跟花之间的表现啊，这个很重要的课程。这是蔷薇月季花。好，谢谢大家。